的羔羊啊，我们回去再看刚才的圣经节，有一个人，他名字叫什么？叫约翰。他有一天看见耶稣来了，就大声的叫哈、啊，其实啊，这个翻的相当好 ，Behold， 就说看呐、啊，就大家你要用神，你要定睛，你眼睛不要遮蔽，你要看呐、啊。所以这个看呐、啊、是非常重要啊。然后发出一个声音叫神的羔羊，究竟什么意思？等一下我解释啊。那么并且他这里讲到这一个人啊，看着就指着耶稣了哈、啊、就是约翰曾经讲过的，他说他是在他以后来的，那意思说耶稣啊比施洗约翰年轻了，在他以后的人哈，好，反成了在我以前的，这个是很难懂了。他明明比我年幼，他是我以后来的，他怎么又成了我在我以前，就成了他的祖先一样的呢？啊，这怎么可能呢？啊，因他本来在我以前，这是一种很独特的宣告。这里讲出了一些什么呢？耶稣有两重的身份。一重呢，他按照肉身来说，他是在约翰以后生的。但是另外一重身份呢，他是神的儿子。所以那重身份，神的儿子是什么时候生的？是从亘古就存在的，不需要生的啊，亘古就有了。所以本来就在他以前，整个世界是他所造的，是不是很古老啊？啊，这就是约翰福音的特点。约翰福音的特点是把神的生命，耶稣他是神的儿子这个身位来告诉我们啊，所以我们要记住啊，这是约翰福音的特点啊，借着约翰来见证耶稣是谁。那么讲到约翰呢、啊、我要加两句话。约翰福音是谁写的？那么这里又有一个约翰，那这个约翰跟写圣经约翰福音那个约翰是不是同一个人呢、啊、不是啊，所以我们读的时候有时候会 confuse， 会混乱啊。这里的讲的约翰啊，约翰看见这个约翰呢，后面讲的如今我来用水施洗或者施浸，所以这一位约翰又称为施洗约翰或者施浸的约翰啊，他的特点就是来施洗的。并且施洗约翰讲他施洗的目的是什么呢？为要将他啊，为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那是什么意思呢？等一下解释啊。所以这一位约翰就叫施洗约翰，他来是介绍耶稣出场。你知道什么叫介绍出场吗？每一个大型的晚会上面都有司仪啊出来主持，那么主持不是主角，他主要是来介绍主角出场的啊，所以主持是先出来的啊，今天如何如何啊，你们如何如何，欢迎大家如何如何，然后今天晚上有一个很重要的嘉宾，他是噔噔噔噔 Donald Trump 就来了。好，那么施洗约翰就是那位司仪啊，所以他特别声音，他就是以前几百年前的先知曾经预言过将会这个时代将会有一个声音跑出来了，叫旷野的声音。旷野声音就是那个司仪了啊，那个主持啊，那个主持人如果没有声音，那你干什么主持人呢、啊、是不是？所以声音很重要，所以古代先知已经预言到将会有一个声音来介绍主角登场。这个场是什么？就是人类面对一个历史的时刻啊，所以这就是约翰福音里面所见证的那一位约翰啊，这是第一个约翰。所以圣经特别提他不是那光，
但是他来呢是为那光做见证。你看这是不是司仪啊，他不是主角，他是为主角来做见证的啊，这是叫施洗约翰。但是呢，约翰福音谁写的？刚才讲到哈，是耶稣的门徒，十二个门徒之中有一个人的名字是跟施洗约翰完全一样的，也叫约翰。所以约翰福音为什么叫约翰福音呢？就纪念那个作者的啊。所以约翰福音是耶稣的门徒约翰所写的啊啊，所以叫约翰福音。所以你不要搞乱啊。但是他们两个人都有同一个特点，两个人都是为耶稣做见证的。但是写的人呢，写作者呢很谦虚很谦卑，所以呢整个约翰福音呢他把自己隐藏起来了，他只重点介绍施洗约翰，但是其实他自己呀、啊、才是那个很重要的一个见证人啊。所以两个的特点是相同的。所以你读约翰福音的时候，他怎么啊写作者那一位约翰呢、啊、他怎么介绍他自己呢？啊，他有时候要碰到耶稣，有时候跟耶稣对话，他怎么介绍他自己？他不能说啊，我是谁，我是谁，他不介绍的。大家如果有读约翰福音，你会注意到他怎么介绍自己的，他称呼自己是谁？想一想，耶稣不是喜爱啊，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哇，这个人感谢主啊，他真的，他深深的觉得自己是蒙爱的。就像我们这个聚会的时候唱诗歌，如果你蒙受主的恩典很深，你唱的诗歌的声音特别大，是不是啊？啊，所以他是一个深深觉得自己蒙爱的，所以他介绍自己是说，主所爱的门徒就走出来了，又做什么事儿？就每一次你读到主所爱的那门徒就是他，搞清楚了啊？好，这个是题外话了啊。来，我们开始要介绍神的羔羊了啊。好，在羔羊啊。在中国的成语里面也有，我曾经讲了好几次，叫什么？叫戴罪羔羊，或者叫替罪羔羊，啊，可见神是很公平的。中华民族也是古老的民族，我们常常说我们有几千年了，啊，夸张一点讲，我们有五千年，这个文化啊，所以这么古老的民族。神当然把他的心意最重要的部分向古老的民族启示，直到今天。所以为什么中国的成语里面有所谓戴罪羔羊？请注意啊，这个成语是古时的成，这古代的成语哈，而不是现代翻译那个基督教的，不是啊，不是一个翻译出来的东西，是中国的成语啊。那就可见神在古代也曾经启示过给中华民族的。但是很可惜，你知道吗？这个我曾经讲哈，整个人类，我上一个周曾经讲过一个人物叫 Helen Keller 哈啊，那么他是又瞎的又聋的，甚至还不能讲话的。那么这样这个人啊，其实也好像是我们世上所有的人，我们对于神来讲，我们对神啊，一出生哪一个是真神啊？人家说观音，人家说关公，人家说这个那个，那我们就以为那个是事了。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真神，你怎么判断谁是真神？有一个很简单的，真神，神一定是一个灵。因为神是存到永远的，对吗？如果神雕刻成一个木偶，一个偶像，那么那个偶像坏掉烂掉会烂的嘛，凡弄了出来的东西都会烂的嘛，那难道神是烂的吗？是不是？所以凡是这位凡是拜偶像的宗教一定是拜假神的，
因为偶像是人造出来的，对吗？而且造出来是会坏的，朽坏的，啊，所以如果你去到一个地方，他们有很多的偶像，对不起，你赶快离开，那一定是拜假神的，是人凭他的想象造出一个东西，然后说他是神，你去拜他吧。人何等的无知啊！啊，所以耶稣来了，特别跟我们讲，神是个灵，凡拜他的要用心灵和诚实去敬拜他，啊，所以有时候就很难了，啊，基督教有时候说啊很抽象啊，看不见。如果这摆了一大台一个大偶像在这里，那你就啊，我拜是原来是这个，心里面祷告的时候就想着这个。但是我们这位主没有，你看耶稣在世的时候啊，一定有画家嘛。耶稣死了之后，一定有画家把耶稣的样子画出来嘛？但是有吗？有存留吗？没有。请注意啊，现在我们看天主教那些耶稣的画像，都是近代人画出来的，乱想的，而不是耶稣的真的样子。请注意啊，也许有这样的耶稣的画像，都是一个演员啊，按照或者一些模特儿按照样子画出来的。啊，就啊，那个很漂亮的一个男人啊，就把他画成啊，这个就是耶稣了。其实不是嘛，是不是？那耶稣真正的样子怎么样呢？他真正存在过在这个社会上，那个时代有画家，但是很奇怪，竟然没有一幅当时的画像留存到现在。如果神在主管这个历史，为什么不让这个画像留到现在？请问，换句话说，连神自己。耶稣他的爱子曾经显现过在地上的样子，神也不让他有任何的存留，免得人去把他当偶像来崇拜，清楚了吧？啊，好，这个是也是题外话啊，对不起，今天题外话比较多啊。好，我开始讲神的羔羊之前，我先讲犹太人可以说是神的选民。中国人有代罪羔羊，但是中国人就好比在中国民族的手心写上了羔羊，那但是中国人不懂什么意思。谁会想到代罪羔羊就是讲那只羊嘛？你会不会想到这只羊原来是将来将会来到世上的一个人呢？原来是一个预先的表示，神借羊来表现将来的一个人呢？中国人不懂，对吗？中国人从来没有想到代罪羔羊原来是一个人来代救赎我的罪。中国人没有这个传统，他只是说代罪羔羊就是把代替皇帝啊，这个解决皇帝的罪啊，就是以前的皇帝他犯了罪了，得罪了天，大旱啊水灾了啊，怎么等等，他就杀一堆羊，然后就说这个羊无瑕疵的羊就代表我了，所以那个我杀了他就代表我的罪归到羊的身上，羊的无瑕疵就归到我的身上，那我就清白了，是这个意思哈。他懂了这个道理，但是他从来没有想到这只羊原来是代表将来会来的一个人，他们没有，中国人没有这个观念。好，那么至于犹太人呢，犹太人的可以这么说哈，犹太人的历史有成文的历史记载的比中国人还要久，圣经就是一本。摩西距离现在多久呢？3500年。摩西之前呢还有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之前还有这个人类的始祖亚当啊，所以圣经记载人类的历史比中国的有文明啊，有成文记载的历史还要久远得多。简单一句，犹太民族比中华民族还要古老。好，所以关于这个羊的故事，圣经从创世纪第三章已经开始讲出来了，有一个动物被杀，皮子盖在亚当和夏娃两个犯了罪的人身上，他们就离开了伊甸园了。
是不是？那是最早圣经的记载，有一只羊或者有一个动物被杀了，流了血了，然后它的皮子披在两个罪人的身上，然后离开。清楚了啊？然后这个观念就一直承袭下来哈。这个如果从亚当到现在有大概5-6千年的历史了啊，人类啊，好，然后啊就是这个羊的那个神对羊的启示。对整个人类的启示啊，就好像写在手心的字，羔羊，羔羊，羔羊。所以犹太民族啊，他们有先知，他们有记载出来的预言，所以犹太民族对于羊的认识就比中国人深很多了，并且他们不光是道理上的认识，他们还有实际上的敬拜。他们敬拜的时候就杀一只羊到主的面前了啊，主就非常的喜悦，并且把羊烧掉了。那是几千年的犹太民族他们的敬拜的经过，并且犹太人呢在杀只羊的时候，他知道这只羊是拯救他的。记载的比较清楚的是在出埃及记，那个时候以色列人活在埃及成为奴隶，神把他们拯救出来，到最后他们离开埃及的那个晚上，神就吩咐叫以色列人家家户户宰一只羊，把他的血涂在门楣和门框上面，然后马上就离开埃及了啊，带着那个羊肉啊，一面走一面吃啊，这个就可以啊，就这样子啊。然后那个晚上灭天使来啊，埃及家家户户都死人了，只有哪些人不死呢？有羊血涂在门楣和门框上面的就可以不死了啊。这个是一个很清楚的一个预表，羊是一位拯救者，因着杀了这只羊的血，人屋里面的人呢就不被这个灭命天使不在他们的审判之下死亡了。所以为什么涂门楣，门楣是横的，门框是直的哈，远远从天上看下来像什么？千千万万的十字架，血涂成的十字架。所以羊啊必须把所有血都放光，不然的不够油啊，油漆不够啊啊，所以羊整个羊的血全部要放出来，放在盆子里。你看，这是个非常具体的神启示古老的民族，所以犹太人他们很早就已经知道，因着一只羊为他们死了，他们全家就得救了。清楚了啊？好，所以在犹太人的民族的记忆里面，共同的记忆里面，他们在等待一位拯救者的出现。他们知道羊是代表拯救者，是代表一个人，所以他们千百年来他们就靠着杀羊敬拜神，然后在蒙神的喜悦，活在神的面前。但是究竟那个人在哪里？我们的纪念是纪念以前的人啊，古代的以色列人他们纪念将来的人啊，有没有？我们比如说端午节我们纪念啊，那个屈原已经死了很久了嘛，这以前的人嘛，是吧？好，但是呢犹太人他们杀羊的纪念过这个叫月节，这个节日是纪念谁呀？纪念将来的一个不知道是谁的人，很独特哈啊，这是古代的哈，他们等待的将来的一位拯救者。好，所以以色列人有一个盼望，他们等待，他们称这位拯救者，称他为弥赛亚。弥赛亚是希伯来文，如果用希腊文来翻译弥赛亚就叫什么？叫基斯都斯，基督啊，是 Christos 是吧？是 Christos, C-H-R-I-S-T-O-S啊，就是基督的意思。所以为什么翻成基督呢？那后来英文把它翻成 Christ
啊。好，弥赛亚就是叫基督，所以以色列人一直他们世世代代在等待，究竟弥赛亚什么时候降生呢？所以他们的女人这个怀孕啊，是他们的盼望，他们就会想，究竟弥赛亚是否能产生在我太太的肚子里面生下来，不知道。所以以色列人的女人生孩子是非常重要的，中国人的女人生孩子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中国人的女人生孩子是为了什么？光大门楣，传宗接代，百子千孙。其实这个意义并不大，因为你孙子也要死啊，后代也要死啊，代代都会死的嘛。但是犹太人他们盼望的后代就不一样，他们是跟神连成一起的，这个后代也许就是弥赛亚在我家产生诞生了，你懂这意思吗？好，根据古代的以色列人的先知，就是圣经里面旧约圣经的记载，这个拯救者有两个特点，我们看一下啊。他有两个特点，第一个，他是来拯救以色列人，并且在荣耀中来做王的，就是这位拯救者他是一个王，他来以色列人呢是在水深火热之中，他来把他们从艰苦之中拯救出来的，啊，是这个意思哈。但是先知一直预言这一位拯救者，啊，所以到今天以色列人还在等待这位拯救者。你看以色列人的历史是苦难民族的历史，很苦难啊。他们大部分的时间，人类在他们的历史中，都在外族的统治之下，不断兴起大的帝国，那他们就被掳了，他们就被人统治了，他们在许多的艰难苦难之中，所以他们也特别渴望一位拯救者，一位王者来带他们出来。清楚了，这是旧约先知预言的第一个特点，关于弥赛亚的。好，第二个特点，第二个特点呢，他是受苦被杀，背负世人罪孽的羔羊。哎，这个羊的意义出来了，原来我们一直杀羊，这个羊的死原来是为着拯救的，犹太人懂，但是谁是这位拯救者呢？他们不知道。好，我再讲哈，在我们的观念之中哈，你看这两个概念啊是完全相反的，有没有？做王哇，一定是大有能力，我怎么可能受苦被杀呢？是不是？我来拯救人，我怎么会死呢？好，这是一个观念哈。另外一个观念是受苦被杀，就不用讲了。这两个观念完全是矛盾的，是相反的。你看，如果我是一个犹太人，我比较喜欢哪一个观念呢？当然是荣耀做王那个观念，我就很自然的把那个受苦被杀那个啊，把它忘了，不知道了。这个矛盾的，我就把矛盾把它综合掉了嘛，很自然的嘛。所以，虽然这两个特点、两个概念，在旧约的预言里面讲得非常的清楚，但是读经的人，你看读经啊，我们常说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个遮蔽遮住了，所以他以色列人就有一个遮蔽遮住了，就是说我只看见荣耀的王，我就不愿意看受苦的羔羊，不愿意相信弥赛亚是一个受苦的弥赛亚，你懂吗？这就是一个遮蔽。所以为什么说光来到黑暗，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因为人的心灵黑掉了，我不要，我拒绝。清楚了啊？啊，好，这个我刚才讲到旧约很清楚把羔羊的特点讲出来啊，我只是错了一点点啊，这个以赛亚书53:4-5只有两节而已哈，其实整个一章的53章以赛亚书
是清清楚楚把这个羔羊这个人是什么回事儿。你有空你去查考一下啊。好，我们只读这两节，我们读一下哈。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 But it was our pain he took, and our diseases was put on him. While to us he seemed as one diseased, on what God's punishment had come. But it was for our sins he was wounded, and for our evil doing he was he took the punishment by which we have peace, and by his wounds we are made well. 今天我们读这一段，我们非常的清楚，在新约时代，啊，他是担当我们的忧患，他背负我们的痛苦，什么意思？这是讲到他的上十字架，原来他是把罪孽背在他的身上，担负起我们所有的罪恶，啊，义力担成。你担成不是嘴巴讲啊，你担成你就要为我受审判，本来审判是落在我身上，你担成是不是？那你来，如果要人鞭打我，我受罚，但是你来担成是不是？你来背负是吧？那你就被鞭，就是这个意思啊。好，所以耶稣基督他来到世上，先知，这是在耶稣之前几百年的以赛亚预言了，有一位他是这样做的啊。所以啊，他是我们以为他受责罚是被神击打苦待了，人被钉上十字架，人判他罪，我们以为因为你自己的罪，你犯了罪，所以你受刑罚嘛，活该嘛，所以我们以为是神来判审判他啊，以为是因着他自己的罪，第三行啊，哪知道，请注意啊，哪知道，原来他受害是为我们的受害，啊，后这个哪知啊，其实是接下去的，也哪知道他为我们的罪孽压伤，所有后面都是一个哪知，哪知道，原来他受害，原来他压伤。原来他受刑罚都是为着我们，这个很清楚啊。好，因他受了鞭伤我们得医治啊，所以我们今天祷告主，我们的病得医治，为什么呢？因为他已经为我们受了鞭伤，这个讲得很清楚啊。好，我们再来啊，我们再读啊，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 We all went wandering like sheep, going every one of us after his desire, and the Lord put on him the punishment of us all. 这里讲得更清楚，我们像什么？像羊。圣经记载人是羊，但是这个羊是什么羊啊？走迷路的羊，懂失路啊。那么我们上一次这个黄弟兄来的时候啊，曾经讲过罪是什么。罪就是偏靶了啊，打那个红心啊，偏了，是不是？羊也是一样，羊也有一个目标，他的目标就是牧羊人，他有一个目标就是领头羊，他要跟着他走。但是世人像什么？世人爱干嘛就干嘛，但是就是不像神，我什么都要，就是不要神。人是人是这样，所以就像人羊啊，怕你走你的，他走他的，偏行己路。这个在希伯来的民族的或者希伯来的文字里面，这个就是罪的意思。所以不要说你没有杀人放火，我只问你一件事：你从出生开始，你认不认识这位神？你从出生开始，你知不知道人生的目标在哪里？赚钱吗？娶老婆吗？盖房子吗？如羊走迷，偏行己路。
每一个人都在罪里面迷失了目标。但是这些罪，这是叫罪啊。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先不要讲杀人放火，只讲我们不认识神，这个就是大罪。这些罪归在他的身上，他担负起来了。好，关于这三节的圣经，以赛亚书是大先知啊，以赛亚是大先知啊，犹太人是很认识这个以赛亚的，常常读他的，啊，他们到了每一个会堂，主要一起来读经啊，大部分都是读以赛亚书，所以他们很熟悉这个五十三章弥赛亚的诗篇呐、啊，很熟悉。但是，当耶稣来了，他们却不认识他，这真是，哎呀，这是很荒谬的一个事情。为什么？因为遮蔽了，黑暗却不接受光。虽然五十三章很戏剧的把弥赛亚的样子写出来，像一幅图画，很细致的写出来了，但是耶稣来，这个真正的人来了，他们却迷失了，却看不见，这不是很大的荒谬吗？所以有一天，当那些说钉死耶稣的犹太人忽然知道原来他们把弥赛亚钉死了，这个记载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彼得耶稣的门徒起来讲一篇道，我们所等待那位义者，你们却借着不法的这个 unlaw 啊，这个 unlawful 的人啊，就不法的人的手把他钉死了。哇，那些人一听到哭啊，心如刀割啊，那圣经讲的，他们像那个心啊，像刀扎一样，然后就问，害怕了，就问那个传道人彼得啊，我们该怎么办？那彼得说，你们要悔改自己的罪。他们不光是如羊走迷，他们还把他们一直等待那位弥赛亚钉死掉了。哇，所以那些人啊，马上受尽，马上，所以非常的刚强啊。他们哇，那个时候啊，如果你去看使徒行传第二章，3000个人受洗得救啊，我们就不讲这个事儿了啊。总之，我们把旧约里面关于羔羊的预表讲出来了。好，我们就讲到我们上个礼拜所背的那段圣经了，这个施洗约翰他说，我现在用水和大帮大家施洗，就是成为一个当时很重要的一个事件啊。如果那个时候有报纸，大家一看，哎，今天有什么新闻？哎，有一个人呐、啊，他在约旦河为人施洗，哎，那个很重要的一个事件啊。那施洗有什么重要呢？施洗约翰自己特别讲出来的原因，他说：“如今我要用水施洗，为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啊，那当然不是讲了十字架之后了哈，是讲十字架之前，耶稣刚出现的时候，这位真正的羔羊来到了。但是谁认识他呢？司仪出场了，所以他来是为要介绍他，他就用受洗来介绍他，因为连司洗约翰他都不认识耶稣。哎，你不认识他，你怎么介绍他呢？所以在他出来为人施洗，因为为人施洗是圣灵特别指派他去做的。那为什么要施洗呢？就是一个洗，两个洗，三个洗都没有事情发生，只有一个来受洗的时候有事情发生了。什么事情啊？圣灵好像一只鸽子，圣灵是看不见的，但是为要让以色列人看清楚圣灵，所以圣灵就好像一只鸽子，看得见的鸽子一样，从天上降在那个受洗的人身上，那个被那个受那个被受洗的人身上。这个被受洗的人是谁啊？就是耶稣。所以圣灵先指示那个为人施洗那个约翰说，你看到圣灵降在谁的身上，谁就是弥赛亚啊。所以这就是这里的意思，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也显明给他了啊。所以
他才放心的说，这个就是我们所等待的那一位。现在清楚了啊，然后我们对下面那两节我们就清楚了，因为他先受洗的啊，那是记载在其他的福音书，约翰福音没有讲他受洗的经过，但是却把受洗这个耶稣受洗之后，这个约翰所为他做的见证。所以次日啊，耶稣啊，这个约翰看见耶稣就说，看啊，跟他自己的门徒讲哦，这个就是啦。现在你知道什么意思了？他们一直等，一直等，一直等，结果那么多侍奉神的人来过了，他们对耶稣看不起耶稣，竟然有一帮渔夫啊，打鱼的啊，就是耶稣啊，这个约翰的这两个门徒啊，他看啊，是对他的门徒讲的，看啊，就是这个，这个就是背负世人罪孽的，那是回应以赛亚书几百年前先知的预言，就是这一位。所以他的门徒一听见，那这帮敬虔的门徒，虽然他们不是有名有份去侍奉神的人，但是他们对于圣经，对于弥赛亚，他们是非常的热心的，所以他们马上就回去告诉他们的兄弟啊、同伴啊，就说：“哎呀，你去读约翰福音第一章，怎么讲呢？律法书上面所讲的，众先知所指示的那一位，我们今天碰见了，啊，所以马上啊，成为他们的福音啊，我们碰见弥赛亚啦，啊，这就是。”刚才啊，我是上个礼拜我们所背的圣经的主要部分啊，神的羔羊啊。好，但是虽然如此，请注意哈，我们等待的那一位，今天我们看见了，但是对于约翰来讲，或者对于其他的门徒来讲，他们虽然是跟随这一位羔羊，他们看来看去，他哪一点像羔羊啊？所以我们有时候听到福音，但是主的恩典有多大，我们也是糊里糊涂，是吧？因为我们又瞎的，又聋的，又不能讲的，所以虽然神在手心里面被我们写得很清楚了，我们还是糊里糊涂的，不是这样子吗？当时对于这些门徒来讲也是一样的，不懂，甚至拒绝他，但是他们的好处是没有拒绝，而且成为耶稣的门徒。但是请注意，他们还是不懂，这个人怎么会是神的羔羊呢？他们看见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但是跟羔羊没有关系啊，他是一个很特别的人，他讲话很有权柄，但是这就是羔羊吗？很奇怪啊，他们不懂啊。好，所以约翰福音的特点就是这个约翰啊，就耶稣的门徒约翰。你看耶稣被抓拿，后来啊，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十二个门徒怎么样啊？跑光了，哎，只剩下一位。这一位一直跟他，真的是爱耶稣，他也认为耶稣爱他，就是耶稣所爱的那门徒。他一直跟，因为那个时候很危险啊，连他们的主啊，这个他们的主都被抓了。那如果你跟随耶稣的，你等于是他们那一挂子嘛，当然一起抓了嘛，是不是？如果耶稣被杀在十字架上，那其他人有什么好结果啊？每个都跑了，那只有一个不怕死的，就是这个约翰。这个约翰是他一直跟，一直跟，跟到啊，连耶稣的大弟子那个彼得都跑掉了，他一直跟到耶稣的十字架的下面。为什么我这样讲呢？只有约翰福音有记载啊，三卷福音书没有记载这一段。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他讲了几句话，那最后那一句，他是跟约翰讲的。他说：“看啊，这是你的母亲。”那对于他的母亲，因为他母亲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也是在十字架下面看到他儿子被钉的，非常残忍啊。就是说，门徒约翰跟耶稣的母亲都在十字架下面看着耶稣，也许他母亲在哭了哈、
然后耶稣在十字架上面就讲了最后几句话，第一句话是对他的门徒约翰讲的，看啊你的母亲，什么意思啊？从此之后我的母亲就是你的母亲，你为我照顾她。第二句话是对他的母亲讲的，看啊你的儿子，什么意思啊？就是你把他当成我的儿子嘛。哇，这是非常动人的哈一个话啊。耶稣不是说哇我上天了，归天父了，世上什么都不管了，不是，他的伦理啊还是很有责任感的。不，你死了那你母亲怎么办呢？谁来照顾他供养他？你母亲已经老了啊。所以从这两句话我们就可以判定，使徒啊，或者是门徒约翰是在十字架下面看着耶稣死的。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二十章讲得很清楚，耶稣怎么死的经过是非一个目击者的一个报告。好，我要讲的就是他啊，这个约翰福音有个特点，他常常记载逾越节，就是我们刚才讲那个羔羊被杀，摩西出埃及那个晚上叫逾越节，所以每一年犹太人都纪念这个节日叫 Passover。 好，约翰福音呢很独特，跟其他福音书不一样，他把三次耶稣在地上活了三年半，他把三次的逾越节啊，因为每一次犹太人逾越节的时候都要到耶路撒冷，不管你住哪里，耶稣住很远哈，住在加利利，但是都到耶路撒冷首都去献牛羊的圣殿啊，都到那里献牛羊的。我讲过整个犹太的历史就是献牛羊杀牛羊的历史。好，到逾越节的时候千千万万从各地居住的犹太人都回到耶路撒冷了，千千万万的牛羊被在圣殿里面杀了，所以那个时候可以说是血流成河啊。但是请注意，死的流的都是牛羊，牛羊的血。但是在他们就在那一天，好，杀牛羊的时间哈，是在中午到下午这段时间，他们要把牛羊放血杀了啊，就这样子啊。在圣殿是如此啊，他们主要集中在圣殿，千万的就在那里流了。但是没有人注意到，就在下午十二点钟到就中午十二点钟到下午三点钟这段时间，那个真正的羊被挂在十字架上，同时进行的，请注意啊。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有多久呢？六个小时。他是从早上九点下午三点就断气了啊，因为他之前被鞭打得很厉害，所以流了很多血啊，也背负十字架他路上走啊，那个他你看受刑还要自己把十字架背在路上走到刑场啊，所以他花了很多力气，所以他体力已经不行了。一般挂在十字架上有时候挂两天都不死的，很残酷的刑罚。但是耶稣六个小时就死了，他是从早上九点到下午三点。好，在下午十二点到三点这段时间是家家户户或者圣殿杀羔羊的时间，就在这个时候千万的预表的血在圣殿流，真正的血在这个各个他啊，就是耶稣的刑场那里流了。我要讲这一段什么意思？真正知道这个事情的人就是约翰，因为过去的三年半他一直跟从耶稣成为耶稣的门徒，但是他搞不清楚什么叫神的羔羊，他忽然懂了，他看到血在流，他是一个很敬虔的，所以杀牛羊他很清楚嘛。原来那个牛羊的血，真正的羊就在这里流。那个牛羊
那些预表的牛羊流的血暂时遮盖我们的罪，但是现在在这里流的血是洗净我们的罪。那些牛羊的血你献完流完，明年还要献。这个牛，这个真正的羊，一次被献就解决了所有的问题，以后不需要再献牛羊了。现在懂这个道理吗？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不是要献牛羊来这里献？犹太人今天他们还在搞献牛羊的事，我们已经不需要，因为真正的羊已经来了，他的真正的血已经流了，真正的罪已经洗干净了，不是暂时的遮盖。旧约是暂时遮盖，因为那是个预表，真正的没来到嘛。真正来了，流了，你信了，就不需要再流了。所以他亲自在十字架上他见证这个事情，并且他见证，这也是很独特的约翰福音特别讲的哈，十九章他记载耶稣十字架上说我渴了。这是很奇怪的，如果耶稣说我渴了，如果你讲不稀奇，耶稣讲很稀奇，为什么？这一段是约翰讲的，还有另外一段关于口渴的也是约翰福音才有的，是这一段约翰福音第四章第十四节，我们读一下，人若渴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 But whoever takes the water I give him will never be in need of drink again. The water I give him will become in him a fountain of eternal life. 什么意思？这一段话是耶稣在井的旁边为一位非常口渴要打水的女人说的，然后他跟他说你打这个水打完喝完你还要再喝，因为你还是会渴啊。但是人如果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因为我所赐的水会进到你的里面成为你里头的泉源，一直涌流一直涌流一直涌流，那你就永远不会渴了。这样的一个人什么意思？这样的一个人可以让全世界人不再口渴，为什么？他自己说在十字架上说我渴了。这两段请注意啊，都是约翰特别记载，其他福音书没有的。什么意思？因为耶稣基督他为世上所有口渴的人成了口渴的人。什么意思啊？他渴了我们就不用渴了。他为什么会渴？你知道他将要去的地方是阴间啊，又叫地狱，这个地狱的火是不灭的。路加福音记载有一个财主到了地狱啊，哇，那渴到难过，叫人用一点手指头沾一点水沾一沾他的舌头啊，不然他受不了。耶稣为我们受这种永远审判的火，所以他渴了。但是我们这些人本来我们应该到那个地方的，但是因着他赐下生命，所以那个水泉源就是指着他的生命，人得着这个生命就永远不再渴，我们可以免去审判，反而得着永远的生命，就是这个活水的预表。所以约翰特别记载这一段，他看到耶稣，他说我渴了，他每一个行动整幅的画面给他完完全全像海伦凯勒一样，我知道什么意思了。原来你在我手心写的字，我另外一只手所碰到的水，我原来你是怎么这个意思来告诉我。约翰在他年老，他没有忘记这个事情。请注意，约翰福音是在约翰年老的时候写，我们昨天的事都会忘记。那何况一个九十几岁的老人，几十年前他碰见耶稣，那个故事历历在目，那些画面影响他的一生，所以他在十字架上看见
约翰福音第一章，道成了肉身，什么意思？这个肉身，神把这个肉身来赐给我们，是为他而死，为我们受罪，为我们口渴。所以这个肉身不光是道成了肉身，还是爱成了肉身。借着十字架，他看见什么是叫爱。我们以为的爱就是你长得漂亮我爱你，他看见的爱是流血的爱，牺牲的爱，为我们受审判，为我们受苦受难受死的爱。一下子，什么是神的羔羊，约翰搞清楚了。所以后来他写信给他亲爱的教会的弟兄姊妹，就约翰遗书的时候，他特别跟我们讲，他说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所以这位约翰，他为我们介绍什么是光，他为我们介绍什么是爱。所以整卷的约翰福音就是讲的光的故事，就是讲的爱的故事。如果我们说神的生命、阴的生命，我们不很抽象不太懂，但是神用光来照明你，让你懂了。神用十字架的爱让你懂，你这个约翰福音主要重点就是这两个故事，光和爱的故事啊。因为神就是爱，没有办法解释。所以为什么后来他去讲道，我讲介绍过，他老人痴呆了，搞不清楚，每次起来说弟兄姊妹你们要彼此相爱，因为主爱我们，我们爱因为他先爱我们。这个话谁讲的？约翰讲的，在约翰一书写信给他的弟兄们，他是这样讲，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他又在这里讲，你不没有爱心的你就不懂得这个事情，因为神就是爱。他就起来没有其他的话题，每一次起来就是说，弟兄姊妹我们要彼此相爱，因为神爱我们。所以他介绍他自己是说，主所爱的那门徒，不是因为他长得漂亮，刚刚相反，他是一个罪人，蒙主恩。感谢主，我想我就停在这里啊，盼望我们对这个爱有更清楚的认识，对这个福音，对主有更深的感觉啊。好，这是下个礼拜我们要背的经，我们稍微读一下啊。这个是约翰福音第一章的46-49节，我们来。拿但业对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腓力说，你来看。耶稣看见拿但业来，就指着他说，看啊，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拿但业对耶稣说，你从哪里知道我呢？耶稣回答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拿但业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Nazareth, can anything good come from there? Nathanael asked. Come and see, said Philip. When Jesus saw Nathanael approaching, he said of him, here truly is an Israelite in whom there is no deceit. How do you know me? Nathanael asked Jesus, Jesus answered, I saw you while you were under the fig tree before Philip called you. Then Nathanael declared, Rabbi, you are the Son of God, you are the King of Israel. 我们把这一段下个礼拜把它背下来，好吧？我们有点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有一些话我们只能讲到这里，其他的弟兄姊妹圣灵感动每一个人来感受这一个爱。我们盼望主啊，我们在座，我们不光是进入福音的开端，成为一个信耶稣为他死的人，并且能感受到那种为代死的爱，
并且我们都愿意为主付上我们的代价。亲爱的主，巴望主啊，圣灵一天又一天感动我们成为一个全新的人，每一天生命都在长，都不一样。我们信主的人也是一样。主啊，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啊，求主也祝福我们所预备的饭食，好让每一位吃了身体健康。这样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有没有交通的？